去嫌疑事非我本愿，只要能各尽本分，相安无事，也是最好。我一不求他的宠爱，二不求他的荣华，他不高兴就不高兴呗。你确定要站这么远？我这就走。哎，侯爷，我不要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。一向听闻你绣工了得，也并无出奇之处。哎，勉强收下了。床上去，我必须尽快的将你赶出。他若不想走，你不能强求。你不配再见到侯爷。祖母，父亲可胆小了，那么大了还要母亲抱着睡。